队长们好。你好。你好。你们好。介绍一下自己的作品。创作了多久？一个小时。一个小时。就交卷了。对。发完歌词。对。非常的快。还行。满意吗？还行。这是我看过番茄说过的最多话的一刻。今天为什么会选这个站？这个对，因为你啊。我怎么了？因为你选的这个站啊。那为什么会选？因为你啊。我哪里影响到你了吗？我可以唱歌吗？我可以唱歌吗？对不起。你为什么会做这首歌？因为想选这首歌啊。哇，你的回答都蛮那个的。都问不下去了，你没有觉得吗？他以前都不怎么说话了，可能因为那时候他第一个出来，所以他很紧张吧。我有点点慢热，我现在聊过一轮了就还好。